声很美，会这首为旅行结尾。一瞬间我掉泪，为纪念品想起谁。眼前的你像一个张相片，许多年过去后翻着今天，仿佛有你在我窗前。月光下风微凉，爱在发芽，你微笑我拍照，你一天也觉得美好。月光下风停了，爱还在呀，让时间就停在这一秒，像旅行中风和夜伴着 forever。Thank you.
老师录像机的声音，你怎么拍69张？你怎么拍了那么多那个谁呀？我转去打游泳去。查了吗？不是查了，这件事儿没问题。我就问他，哦，唱歌，你拍什么唱歌？我的吗？他的吗？你能拍69张？你跟我，你的比我还要那个，还比。大爷，美丽人生大爷，您的挑战。你们要去逛吗？麦当劳。哎，你有去麦当劳吗？麦当劳那，如果签拉面的。啊，这个对啊。他们好久就要送楼啊，他们好久。又可以和大部队会合。大部队在那儿。对。七八个在味千，其他的在麦当劳。我也想说。上。今天琪琪没有挂布丁狗，爷清洁。好，哎，你看他，
哦，蛮好的。现在的背景是很干净，这里光线背景都是绝景，有好几个大作都在这里拍景。